一撮合，大家新年好！愿借腾讯平台，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喜气洋洋。弘法寺呢是大家永远的家，希望大家呢不管人在何处，心在何方，都能够常回家看看。在这里呢，用佛法的甘露，荡涤大家灵魂的程度，焕发出我们生命自在安乐和永久的祥和。也祝愿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是心想事成，一切吉祥如意，万事顺利，永远顺利。阿弥陀佛。亲爱的腾讯网友，大家新年好，我是慧日寺传习法师，我现在在北京，在我们5000年古老国度的首都，向大家问候羊年大吉。这次刚刚举行了腊八佛教系列的法会，以此佛教法会的殊胜功德回向大家，新年工作顺利，祝愿大家在佛光普照下家庭幸福，学习进步，昼夜吉祥。阿弥陀佛。各位大家好，在辞旧迎新的新的一年当中，我在这里祝愿大家一切吉祥圆满，如愿以偿。因为我们需要除掉一些心灵的垢染，要迎接心理和行为上的美好。特别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不管是对家人、对同事，乃至任何一个人，尽量不要发脾气，尽量赞美他们，说他们的功德。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应该有一个比较新的一种突破，或者说是有一个进步，从内心当中多发一些菩提心、善心，尽心尽念的忏悔以前自己所做的一些不好的罪过。因此呢，特别希望大家开心，而且人生过得有意义，同时呢能做到利益众生的事，实际上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利益众生。谢谢。各位网友，大家过年好！在新的一年里，愿佛陀的智慧光明照亮每一个人的心地，愿佛陀的慈悲甘露滋润每一个人的心田。在羊年，希望大家能净化自己的心灵，利益更多的众生。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展望2015年，祝愿世界和平，
干戈永续，也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康宁，人民安乐，希望人们能够心密贪嗔痴，增长戒定慧，共发菩提心，同进安乐土。阿弥陀佛。腾讯网友，大家新年好！在这个传统的羊年呢、即将到来之际啊，我在这里啊，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喜气多多，喜气洋洋啊！新的一年即将开始啊，希望大家啊，好好做人，好好学佛。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清净，更加的干净，最后更加的空净吧。我们不妨学一学五祖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之树，心如明镜之台，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这个好的一些想做的事情，用这两句话来修好我们的身体修好我们的内心好好修行，好好做人，那只有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更重要的还我们要像这个慧能神秀大师那样不要沾染太多世间世俗不好的东西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让我们不要去沾染不要去找自寻一些烦恼和不开心的事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幸福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亲爱的腾讯网友们，很快就要进入一位的新年了，我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一位年是个羊年，我们常常会讲三羊开泰，在中国的汉字里面，用羊字组成的字啊，有很多是非常吉祥、非常优美的，所以这儿呢。我就拿三个羊字组成的字儿来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时时如意吉祥，事事和乐大美，人人正义至善。这里面最后那个字祥是羊组成的，美是羊组成的，善也是羊组成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愉快。各位腾讯的网友，新年快乐！今年是羊年，羊是一个温顺的动物。所以我们都有三阳开泰，
借这样的吉祥的年份，祝福大家新年如意，心想事成。阿弥陀佛。值此2015年道雷之际，在禅宗圣地云集山真如禅寺为大众祈福，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祝愿大家新年愉快，万事顺心，福慧双增，吉祥如意。尊贵的腾讯网友们，阿弥陀佛，新春到了啊，新春新希望，新年新的辉煌。我呢是腾讯的忠实读者，我很喜欢腾讯的佛教频道，在此我谨代表我们佛教开元寺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美国汉传佛教国际文教中心，谨祝大家三阳开泰，诸事吉祥，也愿大家共同致力于与佛心导正人心，回归信仰，与佛道普正四道，重建道德。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值此羊年新春佳节呀、啊、来临之际呢，祝福所有的网友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展现生命的大美，获得幸福吉祥，事事顺心。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人对这个羊字啊，有很多吉祥喜庆的字眼。你看，羊大就是个美字。所以呢，祝福大家呀都能够展现生命的大美，在一切境遇之中啊都能够保持欢喜心，都能够获得幸福，真正的事事顺心呢 啊那么事业呢能够蒸蒸日上。我向所有的网友、法友、同修们，祝愿你们在2015年，也就牧羊年的一年当中啊，万事如意，并且呢，能够修行、戒定慧三学、学习净律论三藏等等的一切功德呢。增长广大，万事顺心，愿我们共同呢能够速即速即证得无上正等觉佛陀果位，在没有成佛的一切这个事件当中啊，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的亲朋好友和你们的子孙后代等等啊，能够消除一切疾病灾难痛苦和障碍，具足福禄寿财智慧慈悲德能等一切功德啊，增长广大。阿弥陀佛。新春将至，祈愿腾讯网友吉祥安乐，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与三心上法，
应当持之以恒，于利他利人之心应当无有懈怠，愿爱与慈悲充满世界。这车了到车的，有的有生产的，啊，那个今年的到，甚至连二十台全部搞得呀啊！马年即将过去，羊年就要到来。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春康泰，身体好，家庭好，事业好，鸿运好。在新的一年，大家喜气洋洋，吉祥如意，阿弥陀佛。比别มาถึงแล้วขออ่างเอาบุญกุญแจจากสามพักการบุญกินบุญตานมาเหลื่อมง่ำกำจูคือไทยเมืองจูภาษาตั้งหลายอยู่ดีมีสุขกายหย่อนคลายมันทั้งมีปินดีเมื่อปังเข้าไปหนักจุกจุกุนเตอยางเหนียนซุนชินจ้าเจ๋来到之际我代表南传上州部佛教祝愿全国人民健康平安，以六世吉祥，以佛经来祝福大家。萨比迪奥维瓦善杜萨巴罗果维那善杜玛迪Pavatan talayo sukhi tikhayu ko pava apivatana sirisani chang utha Vajayino jatalo dhamma vatanti ayuvano sukhang palang ปีใหม่ก่อนจะถึงปีใหม่ปีเนี่ยตัวพระตัวเฮาพระครูบาหลวงจอมเมืองเป็นเก่าพระชินสังฆาเจ้าทั้งหลายวังเคยปมมีออกศรัทธาทั้งหลายจุผู้จุคุณอยู่เล่าเช้านี้อยู่ดีกินหวานก้าย่อนคลายมันสมหลังกำหมักกำพัฒนาจุผู้จุคุณเถอ在新春节到来之际，我代表南传佛教的所有僧人们，祝大家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健康长寿，阿弥陀佛。的净土，美丽的阿爸，祝各位腾讯的网友及其家人，羊年吉祥，身心健康，福慧圆满，心想事成，扎西别楼。腾讯佛学频道网友们，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福你们智慧如海，六世吉祥，
三阳开泰运，万事亨通年。